喂 ，OK， 来，我们大家，我们回来再上课。上次说要带个东西给你们看，我没有带哈。今天我拿来给大家看 ，OK， 这边是个很简单的陀螺，对不对？大家小时候都玩过。假设我把陀螺呢，它不旋转，我就这样放着。结果发生什么事？我这样放着会发生什么事？马上掉下来，为什么？因为有重力嘛，对不对？施加在它的针当中，所以这边呢，这边是支点，然后这边有个重力，它当然就往下掉了，这个绝对错不了，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开始呢，让它旋转，这个已经快不行了 ，OK。好，我放掉，发生什么事？它就不掉了 ，OK， 它就不掉。我可以让它调整在各个方向。哦，当然可以啊！哦，倒过来。哦，你说朝下，哦、那它要能够吸得住才行。OK， 它就是这样旋转，它各个角度都可以。OK， 但是量子化里面它不允许各个角度，但是在我们的概念上面，我们的计算概念完全遵照古典力学。我们怎么想一件事情？假设是这个样子。OK， 假设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会往下掉吗？它会往下掉，对不对？会往下掉，支点在我这个黄色点。突然拿一个结果，它往下掉的时候，好像有个虚的力矩 ，torque 扭力矩就往这边。假设我这个东西这样子旋转，它有个虚的力矩，就是 angular momentum 朝的方向在这边。就这个 angular momentum 呢，跟这个虚的力矩呢，跟这个虚的重力的扭力。的力矩呢，两个 couple 起来了，一 couple 起来，我们晓得这个 torque 的本身呢、啊，本来就是什么 dL over dt 嘛，这牛顿力学告诉我们的。这个 L 是它在旋转，假设它旋转的大小不变，是不是 L 不变 ？L 不变，大小不变，怎么随着时间改变？我们忘掉一件事情，向量除了大小之外还有方向，它方向在改变，方向怎么改变？当它要这样掉了之后呢？扭力是朝这边，力矩朝这边，所以呢 ，L 呢就会从这个方向由往这个地方偏的这个，当它偏过来的时候呢，重力呢的力矩也转向了，它永远维持跟它 L 垂直90度角的这个关系是，不管你怎么改变，所以 turn on 一个结果，它就在这边旋转。所以我们在计算拉玛 procession 的时候，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计算，只不过我们最后面发现。它这个的 L 的投影量，投影在 Z 轴上面的这个高度，比如说它是这样子 ，L 是朝向这边，它投影在 Z 轴上的高度呢，永远是量子化的。OK， 那这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它唯一的差别就只有这个样子。OK， 好，反正待会还会下课嘛，你们要玩，待会下课再来玩。好 ，OK， 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件事情，我们记住这个地方的 exchange。全部只是因为它是 identical particle 而已 ，OK， 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现在呢来讲 LS coupling， 再讲一次。那记住、哦，这边我们现在只在讲它的状态 state， 我们完全没有讲到 energy 的问题。energy 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外面加个磁场之后呢，它就会跑出个 energy 出来。OK， 我们也不管它的 magnetic moment 有多大。OK， 我们只讲简单的。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讲，我们要用 vector coupling 的 scheme 来讲。OK， 我们现在先避免要去做很详细的计算，我们看看能不能从概念上就告诉我们一些状况，可以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好。 OK，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叫 LS coupling。 我们上次有稍微讲过一下，对不对？ OK， LS coupling， 假如说我们啊 electron
static。假设呢，我们这个材料里头的电子呢，它本身的电的交互作用很强，比轨道跟自旋的交互作用来得强的时候，我们就先考虑电的交互作用。就这个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颗电子，假设我只有两颗 L1 L2， 它要先整合。假设当然你有 N 颗，你就一直把它加下去嘛，对不对？假设它有 S1 S2， 它要先整合，之后我们呢再让它执行 spin orbital coupling， 这个叫 LS coupling。 OK， 什么样的东西有 LS coupling， 很强的 LS coupling？ 比如说 3D transition metalOK， 过渡金属的材料，它就很强 LS coupling。OK， 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假设只有两颗好了，我们你看我这边就故意就是写两个，对不对？写两个。那么这个时候 J 呢，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J 的大小 ，J 本身的大小 ，OK， 它可以是什么 ？L 再加上 S。L 再加上 S 减一，一直下去，一直到最后面 L 减掉 S， 对不对？它有很多种排列组合。好，我们来看看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再拿个笔。我们来考虑 P 的 electron， OK， P 的 electron， P electron 假设在 P 轨域，它的 L 就是等于一，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两颗嘛， two 嘛，好，有两颗。那什么叫 in equivalent 呢？就是代表说这两颗电子呢，要分属不同的原子，或者在不同的 state。OK， 在不同的 state， 但我现在讲的都是 P state， 那就麻烦，那就鸡飞狗跳了。OK， 所以呢 ，in equivalent， 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呢，不能够待得太近。OK， 他一定要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的，OK， 我们可能有 L1， 有 L2， 我先在这边写一下。L1 呢，我可以是一，可以是比如说 L1 1 0 -1， L2 也是一样啊，1 0 -1 啊，这两个都一样，所以它集合起来的 L 我们要先上嘛，对不对？集合起来 L 就有很多种了，比如说呢这个会是什么 1 两个都在1的状态，那 L 就是1，对不对？那 L 就是2，抱歉，两个相加就是2。我也可以是11，我看看。好，那我这边呢还要考虑一个 S 有什么？ S1 就等于二分之一跟负二分之一， S2 也有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所以 S 呢，我可不可以两个都是二分之一，加起来就是1，对不对？这个就是平行的意思，我就用这样来表示。我也可以同样的状态，但是这两个是反平行的，对不对？我也可以先把 S 完全加起来。 OK， 我故意先这样子写，所以呢这边是有2跟0，对不对？那我这边可以有1跟0，1跟0呢 L 再加上0
那就等于一，对不对？好，那 S 呢？一样啊，我可以两个平行的，两个反平行的。OK， 那我可以怎么样？有零零的，所以我的 L 加起来永远等于零。那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也可以 spin 是平行的 ，spin 是反平行的。OK， 好，有 L 有 S 的，我是不是可以整合成 J？ 这应该是这两个人的向量加，所以它可以平行的时候相加，平行的时候相加是三。我也可以这个 S 的投影量是零的时候相加是二，我可以是这个的投影量是负一的时候相加，所以是一。这个的状态呢，它只有一个二，它没得选择的。这个是一，那后面 S 呢是一，一的投影量呢可以有正一、负零、负一。OK， 因为我 L 的变量都先写在这边。OK。所以呢，这边平行的我只写一个方向的平行，所以基本上呢，这边可以是一加一变二，一零，对不对？好，一跟零，这没有选择就是一了。OK， 零跟一也是一，零跟零就是零。OK， 所以这样一来呢，一看呢，哎，我们的 J 呢可以有这么多种 J。然后呢，我们 J 不是可以投影吗？假设呢，我们有外面磁场的时候，这个投影量就会被分别出来了。三的投影量有哪几种？有正三、正二、正一、正零、负一、负二、负三，所以有几个？二 J 加一嘛，二乘上三。再加上一，有七个。二呢，它的投影量有五个，有二、一、零、负一、负二。一的投影量有一、零、负一、三，所以单单这个就十五个状态。OK， 十五个状态。第二个 J 呢，它是二，它就是五嘛，有五个状态。这边呢一样。二呢有五个状态，一呢有三个状态，零呢只有一个状态，所以它有九个状态。一一各有三个状态，零呢只有一个状态，加起来的结果，总共有几个状态 ？J 有几个状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 J 的状态。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 degenerate。第一个状态 J 等于3的它就有7个 degenerate， J 等于2的就5个 degenerate， J 等于1的就3个 degenerate， 对不对？我一加磁场呢，理论上啊，假设你可以全部分开来，它会变成36个 state。 在外加磁场的下面 OK。 那一般而言，我们将这个状态啊，在光谱学上面啊，我们会给它一些每个状态呢，给它一个名称。这个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把中间的一个英文字母用 L 来写 ，L 等于多少，它就是多少。左上方呢会有个 2S 加一，最下面就是它的 J， 右下方。所以我们看看上面这个 state L 等于多少？二，二是什么 ？P 嘛，那二是 D， 它就写成 D。然后左上方是 2S 加 1，S 在这边 ，2S 2乘上1乘2，2加1变3，变成3。下面是 J， 所以它有3、2、1这么多种，对不对？好，第二个呢，这个也是 D， 因为 L 是等于 1，S 变成 2S 加 1， 所以只剩下1，下面有2。
sorry。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 ，L 变成 E 了，变成 P，S 变成 E，E 是什么 ？E 就是 E 嘛。不对 ，E 是三。J 呢有二、一、零，有这三种状态，对不对？好，这边再来一个 L， 也是等于 E 是 P 的，但是呢 ，S 等于零，所以是一 ，J 等于一。再下来这两种呢，都是 L 等于零，所以是 S。第一个 S 等于一的，二加一变三 ，J 呢是一。另外一个呢，这是零，就是一，零。我有没有写错 ？OK， 没有错。OK， 那这样子呢，好像呢，就让我们看得到一件事情。这个是 LS coupling 所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有这么多种 J 的状态，每一个 J 的状态有不同的 coupling， 有几个 J 的状态，十个，但是一加磁场把它的投影量把它分开来的话，总共会有36个状态。 OK， 这边了解吗？这边了不了解？这边讲的是 in equivalent， 这两颗电子要么不在不同的原子上面，要么在同个原子但是不同的轨域上面。OK， 比如说呢，你在 L 等于一，我也在 L 等于一，但是一定要两个原子不同的原子嘛。OK， 它才会有这个状态。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在把它弄到 equivalent， 它要在这个原子里头的同样的一个状态 ，OK， 不，它一定要在同一个原子之内 ，OK， 一定要在同一个原子之内。但是假设是这样子的，我们马上就发觉一件事情。假设它在同一个原子之内，我们前面已经算过，它要遵守什么包粒不相容原理。假设它在同一个原子之内，它一定可以互相交换。一互相交换，包粒不相容原理就跑出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假设是这样，有谁不行呢？比如说这个 L 等于一，它也等于一，告诉我这两个人通通都在L 等于1的这个 state 上面，因为 equivalent 嘛，他们两个都在同样一个 L 等于1的轨域上面咯。告诉我他 spin 可不可以平行？不行啊，因为包粒不相容原理不能接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第一三三二一啊，是不合的。 OK， 为什么呢？因为 L1 等于 1，L2 也等于 1，and L1 等于二分之一 ，L2 也等于 S2 等于二分之一，两个是什么？平行的 ，violate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这是不允许的。好了，那不允许的话，那就不能够有这个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有同样的状态？假设这个会出现问题，那很明显的，这两个也是一样啊，这两个也是平行的 ，right？ 假设我 L 都处于零的这个状态 ，S 又平行
又 violate 同样的 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那么那个是 S1 S3E 也不行。理由呢 L1 等于0， L2 等于0， S1 等于二分之一， S2 也等于二分之一，同样的这两个通通 violate poly exclusion principle。事实上还有一个不准 P11， 哎，你说这是什么东西？ P11 是不是这个他说这个也不准，为什么？我们单单这样判断好像判断不太出来，因为光谱的实验告诉我们他们不准。那猜猜看吗？你看看他家 spin 是相反，对不起。OK，spin 相反。我们前面呢，我们在讲这个 exchange 的时候，因为 equivalent 一定要吻合 exchange， 因为是 identical particle。它是反对称的时候，它希望它空间的 wave function 啊，两个是不一样，越不一样越好。就它也是不一样，一个在 L 等于 1， 一个在 L 等于0，怎么会一样？当然不一样。那它为什么会没有？对不对？所以与其如此，我们倒不如从另外一个眼光 来思考，我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眼光啊，把它算出来。 OK， 那我们来想想看一件事情。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是两颗 equivalent 的电子， L1 呢是一， L2 呢最大值 OK maximum、啊、L1 应该一定在一的状态，对不对？ S 呢也是二分之一，反正我们的电子嘛都是二分之一。 OK， 那我们要求呢 L 先把它加起来，我们要求 S 呢先把它加起来 OK， 之后呢 J 呢就等于 L， 我们就会等于这样子一个东西。好，那我们来看看，记住不管这两个怎么样，最后得到的是一个 J 假设在外加磁场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一定要 precession， 对不对？刚才已经看到 J 一定要怎么 precession，J 的 precession，J 一定要吻合怎么样？吻合什么东西？吻合它的投影量嘛，投影量就是整数啊的相差关系，它一定要吻合这几个。那么 J 既然是 L 跟S 相加，那么比如说好了，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假设有个 J 是这样子，所以它投影量在这个地方，假设这个是允许的，这个是 MJ， 那么它有可能是一个 L 再加上一个 S， 对不对？它可以是这样。那么这个 J 是不是刚刚好这个 L 的投影量，或者是这一段的投影量，这个加这个，这一段加这一段才会等于这一段，对不对？它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思考，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一个做法？好，第一个假设是这样子呢，我们直接就从投影量来看待。OK，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我投影量有什么分配？因为 L 是等于1嘛，所以呢它投影量有10-1啊，两个都有啊，是不是？所以我是不是要互相匹配？所以我可能1的时候我可以碰到10
负一。我是零的时候也跟他一零负一，我等于负一的时候也等于一零负一，对不对？我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right？ 好，那么这一边是 L， 那我把这个状态呢，这个叫做第一个状态，这叫第二个状态，这叫第三个状态，这叫第四个状态，这叫第五个状态，这叫第六个状态，这叫第七个状态。第八个状态，这叫第九个状态。那 MS 呢 ？MM 有什么东西 ？MS1 也有二分之一跟负二分之一 ，MS2 也有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那就代表说，我要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我可能面对一个 MS2 呢是二分之一或负二分之一。当我是负二分之一的时候呢，我也可能面对一个二分之一、一个负二分之一的状态。这两个互相独立，又可以彼此排列组合。我把这个叫做 A， 这个叫做 B， 这个叫做 C， 这个叫做 D。所以你看，这边有几种排列组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状态。这边一二三四互相呢，每一个都可以对四个，每一个都可以对四个，九乘六多少个状态？九六多少？三十六个状态。不，九四三十六，不是九六，九四三十六 ，OK， 哎，我错了，你们要马上告诉我哈，不然有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太夸张了哈。OK，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下排列组合，我们来看看。OK， 好，记住，因为呢它是 equivalent， 所以它一定有全同粒子不可分辨性。不可分辨性就是说，怎么讲？假设我第一颗的投影量是一，第二颗的投影量是零，跟第一颗投影量是零，第二颗的投影量是一，两个是一样的，根本就分不开来，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这个不一一，反正一一只有一个嘛，所以它一定是有效的。这边麻烦考虑全同粒子。它是有效，它是有效。它呢，二跟四是两个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呢，跟这个连线起来，所以它就不用勾了。我只要考虑一次就好。一负一跟负一一又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只需要考虑这个，这个呢就不用考虑了，对不对？啊，不用考虑了，我先画个小叉叉，免得我到时候不小心重复又勾了。零零啊，只有它一个，当然要考虑了。零负一跟负一零，两个根本就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只考虑这个，这个就不考虑。最后负一负一要考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杀掉三个状态。这边三个，每一个都可以配四个，三四十二，就杀掉十二个，这十二个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它全同粒子嘛，完全一样的东西。OK， 它你分辨不出来。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继续看看有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在这边画一张表。我这么一、二、三、四、五、六 ，A、B、C、D， 对不对 ？A、B、C、D。好，我稍微的画一个导引的线。好，
我考虑到这个全同粒子交换性，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四七八完全不用考虑，哦，四不要考虑，划掉，七、八、九。这两个不要考虑，所以我只剩下几个状态要填了、啊。本来是九乘上四有三十六个，三十六个状态。OK， 我们现在再来考虑一件事情：当我是一的状态，这个我来配置四个，这一配的话，我就发觉一件事情。这两个在同样的 state 下面 orbit 同样的 state， 这两个是平行的，可不可以？不行的，因为不遵守包对波相的原理，同时也不遵守微方寻要是什么，要是反对称的，因为前面是对称的，后面反对称，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它是不遵守包对波相的原理的，所以这个呢，不遵守包对波相原理的，我就用红色。OK， 你发觉不只是那个，我下面也不遵守哦。来。这个也不遵守，杀掉。OK， 还有什么不遵守？第五，还有什么是两个一样的？第五个，它是不是零零？零零的时候，两个 L 一样，这边可不可以一样？可不可以平行？不行呢，所以第五个也不行。还有谁？还有第九啊。因为第九是 L 是两个负一负一在一起的，所以 S 不能够平行了，对不对？我们刚刚这边已经杀掉十二个了，现在又杀掉六个，杀掉十八个，杀掉十八个，还有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看，比如这两个，当我 L 是 ML 2是这样子。然后 S 呢，一个是正二分之一，一个负二分之一。你告诉我，正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跟负二分之一跟正二分之一样吗？一样 ，right？ 所以呢，它又是怎么样？又是怎么样？全同粒子的交换性啊，两个根本就不可分辨了。这个我把它叫做 L 好了。那么我现在来拿另外来弄另外一个蓝色的全同粒子。交换性，这是针对 S 的，所以 S 呢，我这边只要选择一个就好了，对不对？选择一个就好，我选择它好了，好不好？我选择它，那么这个就杀掉。OK， 我可以这个样子。那同样呢，它可以这样子，我也可以这样子啊，我这边也可以这样子啊。当五的时候呢，它是零零 ，L 完全一样。纵使我 S 的排列是反平行的，允许的，但这两个状态不可分。OK， 不可分，所以呢，我就再把它杀掉。OK， 好，有了这个之后呢，现在紧接着，所以说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OK，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再来看看其他，其他的呢？我看看。这个对这个，这个对这个，这两个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状态下面，我这边怎么配都可以。来，有没有全同粒子的
交换的这个问题，没有啊。我这两个看起来是不一样，但是配到前面起来结果就是不一样，因为一是对负二分之一，跟一是对二分之一，这是不一样的 ，right？ OK，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二呢，通通都可以 ，OK， 通通都可以 ，OK。第三个呢，也通通都可以。第六个也是一样，没有。那我们可以的有几个？我们可不可以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哇，怎么会少一个？十五，少算了这个，是不是刚刚好十五个？是不是刚好十五个？我们应该说 L 的全同粒子把它杀掉之后，其他的呢我们就可以啊，只有一半会出现，就总共只有什么 totally 0 OK in B field 在外加 B 的时候你就可以分得出来 OK。 那我们要是仔细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比如说的这一条，这一条代表的是什么？这一条 B 带的是这个，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上面呢有什么？有，我看看，这一是等于二吗？这一等于二的有什么东西？Z 等于二的有一，对不对？我看看，你看看哈 ，Z 要是等于二 ，MZ 是不是又等于二一？它有五个状态，对不对？啊，我看看，好，那 Z 呢？要是要等于二。一零负一负二，等于二的时候刚好两个平行，两个 L， 也就是说，我看看哈，等一下，这个是指它要反平行，然后 L 要等于二 ，L 要等于二的结果呢，它的投影量呢就会有。各种样的变化，所以 S 是等于零的 ，S 等于反平行的就只有 B 嘛，好，或者是 C， 我们以 B 来看，它是反平行的。然后呢 ，E 的部分呢是等于二，对不对？二一零，这也是零，对不对？好，这个是什么？负二。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二三四五，哎，六。所以其中有个没有，我看看，二一零零三或五，我看看，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不应当看到这三个吗？对不对？这个还有这个。现在我们从图表里面把它看出来，因为它告诉我们只有十五个。那么这两个能够扣掉的是几个？这个是几个？这个是十五，对不对？这个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是多少？对，这个是三个，对不对？不，这个是三个，这里是三个，十五，这个是十五个，这六个，啊，这三个。这三个，所以总共有二十一个，你要扣掉了，三十六扣掉二十一个，刚好要等于十五，确实是十五。你怎么从这边能够拼得到谁是属于？现在就剩下说，我们只有这个存在，对不对？这个存在，以及这个存在。OK， 那十五个谁属于他？你可以从那边拿。慢慢的拼凑，把它拼凑出来。
那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告诉你为什么没有这个 OK， 但是从那个地方的排列，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把它的所有的状态呢全部都搞清楚。 OK， 这个是 LS coupling， JJ coupling 我们待会儿再讲、哦、JJ coupling 呢比较麻烦。 OK，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呢，非常快速的就得到一个 Hund's rule。 Hund's rule 它有什么特性呢？我们要是 仔细看的话，第一个，它的排列组合里面我们说过、OK， 我们这样来看，我们直接把它写出来好。但是呢，就将这些规则啦全部都整合完之后呢，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通式，我把它写在这边。假如说你现在指的是在同一颗原子之内，同一颗，所以是 equivalent 的状态，是右边的状态而不是左边的状态，它有个 rule。equivalent 的意义 OK， 好，这个我们怎么来看？他是说第一条，再不违反 OK， 这边写中文比较快，再不违反 Pauli principle exclusion principle， 我写简短一点叫 SG 最大值。第二个，最大的 error state 先填满，待会儿我会给大家看几个例子。第三个 J 呢写成 L 减掉 S， 当它是什么半填满的时候。C 呢写成 L 加上 S， 当它是等于什么大过于半填满。要是等于半填满呢， C 呢就等于 S。 OK， 这是它一个规则。我们来看几张投影片OK， 等一下。OK， 我们等一下哈，马上就有了。好，出来了没？记不记得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到一个简单的周期表上面的一些原子的排列方式，就像我们的锂一样，锂只有三颗，所以它一定是第一个壳层填满了，填第二颗，第一个壳层一定遵守包粒不相容原理，
暴力破相容原理基本上就是什么？因为交换率而引起的全同粒子的特性，对不对？然后呢，它一定要填到这边。现在好玩的是在 P 这边，你已经看到了 P 第一颗填进来没有问题，那我第二颗为什么不填在这边 ？Why？ Why？ 很简单，假如说它填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是相反的。你要吻合暴力不相容原理，一定要相反。一相反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的最大的这个 probability density 告诉我们，它的微方选呢一定要一样。微方选一样的时候呢，库仑排斥力太强了，两个可以塞在一起，但是你要很强的力量去塞它。那我干嘛闲来没事干去做这件事情？能量太高了，我就让一个到楼上去就不要吵架了。OK， 两个人情侣要这么想要吵架，那干脆先分开来。OK， 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没事。但楼上楼下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楼上楼下呢，他喜欢啊平行的排列。OK， 好，这个呢从我们刚刚的计算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同样的，第三颗进来呢，他也要填在这边。第四颗进来呢，没有什么选择了，你只好塞在这边了。要不然你就塞在更高能阶，那能量更高啊。那塞在这边呢，说不定能量上升了，但是也不会上升到不能够忍耐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放在这边。OK， 就这样一路了塞进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有类似这样的特性。那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进入 transition metal 的时候呢，也有同样的特性。 transition metal 在哪里？ transition metal、OK， 从这边开始，对不对？钾、钙，再过来就是什么 scandium、 titanium、 vanadium、 chromium、Manganese、 Iron， 这些你仔细看哦，它要去填，理论上是 3S 3P， 再来不是要 3D 吗？他说 No， 他要去先填 4S， 因为 4S 能量比较低。填完之后呢，他才开始填 3D， D 就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哦，没有四颗，他填到五哎，啊、哦，它有些变异，这个变异我们就先不管。但起码你就看得到，假设是填满的部分，填满的部分呢，因为那 spin 完全都互相抵消掉了， L 的投影量也互相抵消掉了，它跟外面、啊、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把里面、啊、那些互相 compensate 掉了，我们叫做互相补偿掉了，它没有提供什么额外的 effect， 通通把它什么呀丢在一边，完全不管它。我们的眼光呢，通通都看外围的地方，比如说氧，我们就知道它 P 少了两颗， P 少了两颗的时候，你说我要是把这些电子丢掉，跟我去抢两颗电子，哪一个比较容易？氧这边呢，他发觉啊，他抢两颗电子比较容易，他抢来之后呢，他就会填满了，就好像怎么样，好像一样的结构一样，他就很稳定很满足，所以他很凶，对不对？最凶的是谁？最凶的是谁？ Fluorine F， 因为他只要抓一颗就好。所以为什么 fluorine 很恐怖的这样？他这一系列就反应非常非常激烈。哦 ，fluorine 呢，像我们下面就有那个 excimer laser 那边就有 fluorine。fluorine 要是一漏出来，碰到你的这个叫做什么黏膜系统，立刻就反应。OK。但是呢，它当然它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它反应度太强了，所以它一出来就跟空气反应掉。所以人啊，距离远一点还好，要是氯呢就比较麻烦了，氯就比较麻烦，氯它会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所以呢，常常啊，你看那个我们前阵渔港啊，或者什么渔港，常常他们在做冷气的时候，冷气里面都是装氨啊，当做冷媒啊，它这一漏出来了之后怎么样，那些人来不及逃就全部都死掉了，因为他就跟全身反应了，跟你反应把你整个都反应掉了，所以那个人就死在那边，就非常的危险。氧比较好，对不对？但氧要抓两颗。 OK， 所以呢，这样一来就变成我们要知道外围它加电子的这些东西呢的一些基本的特性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知道？ OK， 所以呢，我们先快速复习一下。 OK， 我们说啊，单电子它的角动量呢就是这样子写嘛，对不对？它角动量你可以写 L 啊，这边我是把它写成 P 啦。它的磁矩呢就可以这样子写，磁矩跟角动量两个刚刚好的嘛颠倒，因为这是电子嘛，电子这样子绕
以质量而言，它的角动量是朝上。但是呢，以电流而言，因为电流才会产生磁矩嘛，电流是这样子流的，所以呢，磁矩朝下，两个方向刚刚好颠倒 ，OK， 刚刚好颠倒，所以呢，这个角动量跟磁矩当中呢，会乘上个常数加个负号 ，OK， 因为向上面不一样。那么前面的这个的系数呢，它是个谬零 e over m。OK， 或者是 E over 2MC， 看你是哪个字啊？我们讲 C7S 字，那就 2MC。假如说你把前面乘上 H bar， 它会变成 Ball Magneton。OK， 谬 B， 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哦，请大家把它记下。那自旋呢也有类似，只不过自旋的 S 只有二分之一，所以它出来的值就是这样子。它的投影量呢也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只不过有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它的角动量，我们大家很熟悉。但是，一转成它的 moment 的时候呢，它乘上二，它是比较大的一个 moment。OK， 它产生的磁性呢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 gamma 呢，你要是用同样的写法，这个 gamma 呢会比 L 的 gamma 前面呢，你要再乘上一个二，嘛 ，gamma s 呢，你看这边有除以二，这边没有嘛，对不对 ？OK， 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好，当我们有外加磁场的时候呢，哎，这个角动量的磁矩呢，要被角动量本身被量子化 ，OK， 角动量被量子化。那这一边呢 ，S 呢也要被量子化 ，OK。假设我们缪 B 为单位呢，它就写成二 ms 缪 B， 啊，它这个是这样子 ，OK， 啊，这个是这样子。那它磁矩呢的投影量呢，会变成这样子 ，ms 啊 ，ms 指的是它的。跟这个 ML 一样，不过这边多个二，啊，这个是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电子自旋呢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好，那么 MS 呢就只有正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就只有这样子。OK， 那 L 呢可以有这么多种，对不对？哦，你可以有各样的表现。好，这些是单电子，多电子呢？假如说我们讲的是什么 L 先，我们按照我们刚刚讲，我们的静电呢能比较强，所以 L 先集合。S 呢也先集合，最后面呢，哦，比如说双电子系统呢 ，L 呢你要先相加，对不对 ？OK，S 呢也要先相加，哦，多电子，哦，不管它，最后面我们透过 LS coupling， 啊，哦，这个我略过去，这是单电子的，那最后呢 LS coupling 就把它加起来，这一会等于怎么样？总体的 L， 整体的大 L， 加上整体的大 S。OK， 他们的角动量的投影量 ，OK， 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只不过这个时候很好玩的是，这是角动量，这个是磁矩，磁矩跟角动量当中竟然要乘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最主要是在最前面的时候，以我们的角动量来讲，它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差距。假设以缪 B 来计算，没什么差距。当你一旦用缪 B 来计算电子的时候呢，它前面会跑出一个二出来 ，OK。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 GJ 是一个 factor， OK， 那我们应该它应该有个名字吧？名字在哪里？我看看，对不起，我找一下 factor 名字跑到哪边去了？就是 G， 我记得就叫做 G factor 而已， OK， 好，这个我们过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啊。那当然讲能量的时候，这个 G 呢在 LS coupling 下面它会改变，我们待会就会讲到这个。但是我们先不管这个，我们先按照前面的这些 LS coupling 的时候整理完之后整理出函数入 OK， 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讲在 Pauli 原理的许可下面，总自旋量 S 要取最大，满足一的状态下面总轨道角动量要取最大值 OK 等等的这些。好，那我们来看看rule one， 这个很简单嘛，因为库仑排斥力的关系嘛，虽然说符合暴力波降容原理，但是呢库仑排斥力所以不行。第三呢纯粹只是 LS coupling。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边有个 serum 在三负的时候，哦，三负那三正三价的时候呢，你看这些都填满，啊，P 本来就是六个嘛， S 是两个， F 呢它是填一个，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边。F 呢是等 L 等于三的状态， L 等于三呢它的投影量呢会有这七个，所以我们第一个摆进来的时候呢，反正只有一个嘛，绝对符合暴力波降原理，也没有什么取最大的自旋的，反正它只有一个，
它一定是先放在最大的 ml 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从这边的计算，它告诉我 l 呢就等于三，因为它只有一颗。s 呢当然是二分之一了。这个呢有没有填满一半？没有，比一半少。所以 j 会等于 l 减掉 s 等于二分之五，三减掉二分之五。OK， 然后 gj 呢经过计算之后发觉，哦，是 0.857。我们刚刚发觉角动量的时候是一，电子的时候是二，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系统里面经过 coupling 之后呢，它会变成0.857，经过计算之后呢，它会变2.535个缪币，这个就是什么？它的磁矩。OK， 这个就是它的磁矩。好，再来补这个快速过去，我要讲 ，OK， 讲弱。或猛，或者他们都有个特性，他的 S 轨域已经填满了，然后他开始填 D 填了四颗，填了四颗，我们怎么填呢？第一个要摆在这边 S 取最大值，最大值当然就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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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嘛，你摆在一楼，他摆二楼，摆三楼，摆四楼，所以这边有四个二分之一， S 是不是等于二，对不对？然后我们从最大的这个开始填，它是二，它是一，这是零，这是负一，所以负一跟一呢，投影量互相抵消，剩下一个最大的投影量二 ，L 就等于二。S 呢，在半填满的状态下面，比它小的状态是 L 减到 S， 就等于零。就 J 是等于零呢，也就是说它会不会有磁性？不会有磁性的。实验告诉我们它有磁性。OK。所以这里面呢就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不在我们这边讲，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真正的概念是什么。 L 呢在这个 3D 里面， L 管你多少通通都直接把它看成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个材料的时候不是讨论一颗，我们刚刚都在做一颗原子啊，或一颗离子，现在是看一颗离子，但是真正你在量测，你不是量测这一颗离子，你是量测这整个的材料，这整个的材料，这材料一在量的时候呢，它是晶体状态，所以猛了旁边又被猛包住，弱了旁边又被弱包住，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呢，旁边对我的旁边原子对我的影响，这颗对我影响，那颗对我影响，下面这颗对我影响，最后会导致于怎么样？我的 L 不再是好的量子数。OK， L 不再是好的量子数。所以这个时候的轨道角动量呢就被遏制了。 OK， 它对磁性没有贡献，我们直接让它等于零， J 呢就直接等于 S， 就一计算结果我们又计算 GJ， 因为 L 等于零了，就是这样， S 就是电子嘛，只要算电子的 GJ 就好了，就 μJ 一算是 4.9μB， 完全跟实验 exactly 一样。 OK，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只是很单纯的一个状态，当你考虑到材料里面，要考虑到材料里头的一些特性，像铁也是一样啊。铁呢，它填到六颗，所以一二三四五填完之后，那第六颗呢，你拿有什么办法？只好填在这边。我可不可以填在下面？不行，因为我们 L 要尽量的求取怎么样，极大值。OK， 好啊，其实你填在哪边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 3D， 我们 L 呢在材料里头都被 quench 掉，所以现在考虑到只要考虑到 S。S 呢一二三四，因为这里的朝上朝下互相抵消，只剩下四颗没有抵消，各有二分之一，所以是四，所以计算结果呢 μJ 等于4.9μB， 哎呦 exactly 一样。 OK， 好，但是在导体里面就不一样了，因为导体里面电子呢也会有供应了啊，因为这边是谈离子的，那你跑掉的电子跑去哪边？导体里面电子四处跑啊，所以他们有其他的贡献要加进来，所以呢从这边就可以计算出他们的这些 ground state 的效应。 OK，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很简单的函数弱。所以各位看看啊，这边是 3D electron， 3D electron 呢，假如说呢我们是按照原来的计算的方法算完之后呢，这个是它的这个 mu 啊，它的这个磁矩，这个呢是假设 L 通通都被 quench 掉了，在晶体里头都被 quench 掉的数值，这是实验的数值，就你看看这个呢，假设我们不把它 quench 掉，它是零，一 quench 掉变 4.9， 实验是 4.9。 OK， 这个呢这两个差不多，对不对？ 1.5 quench 掉变 1.73， 实验是 1.8， 所以你就发觉实验的数值跟这种 quench 掉的 idea 都近很多，
你看到了铜那就麻烦了，假设没有被矿取掉的时候呢，它是 3.55 啊，但事实上铜的磁性很弱，只有 1.73， OK， 那实验是 1.9， 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了解我们怎么来看待它。 OK， 感觉上啊，现在是上课是不是？我以为现在是下课。好，那我们呢现在呢花一点时间啊，因为中午我要开会啊，所以我现在这堂课先不下课啊，我继续往下讲，然后讲完先讲到个段落， OK， 那我们就下课。刚刚讲的这个方法呢，都是很单纯的，我根本就不去考虑能量问题，我只用这样配来配去，配来配去，大致上我就可以知道它有哪些状态，只是这些状态它所呈现出来的磁的特性，这些状态本身的能量在哪边，某啥样 ，OK， 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先想个办法，能够从这简单的状态更进一步 ，OK， 更进一步。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这个 G factor 的影响 ，OK， 那我把好从这边就开始。哎，我看看我后面会不会用到这个。OK， 不会了，我后面是举更简单的例子。我都还没讲到 JJ 哈 ，JJ 我预备了，但是可能时间不太够哈。OK。到这个地方 Zeeman effect， 我们只会讲概念是 Zeeman effect， 真正的很多计算呢会在我们讲完 perturbation 之后呢我们才讲，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引入一两个在讲完 time perturbation 之后才会有了 selection rule 的这些结果， OK，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先介绍。 OK， 假设呢我们有一个 moment orbital 的 moment，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样，OK， 它的方向就跟 L， 这个是什么？轨道角动量，对不对？这个是轨道次序，它们当中会有一个这个 L 根号 L 乘上 L 加一 μ b， 我现在用 μ b 为单位，前面我就要加上个 gL。对 spin 而言呢，也有类似的公式，我们就把它拼充一下。这个是 spin 的方向 ，spin 的方向 ，OK，spin 的角动量方向跟 spin 的磁矩方向，两个当中会有一个这个东西。或者呢，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写负 gL μ b over h bar 的 L，OK，、okay? 这个 L 呢就是轨道角动量，对不对？只不过说我没有把它的 eigen value 写出来，啊，这个用一个 operator 的简单的写法，用 vector 的表示式。这边也是一样 ，S 我想是写 ，OK，GL 等于一 ，GS 呢在实验上发现它是 2.0024， 差不多等于二，其中的缪 b 呢 ，1h bar over 2mc，OK，、okay, 这是 CGS 值。好，那。我们说这个电子本身呢、啊、要有 LS coupling， OK， 电子的本身 LS coupling，
他告诉我们他的 J 呢要等于 L 再加上 S。OK， 所以呢 ，mu J 是不是等于 mu L 再加上 mu S， 两个的词句的相加。只不过呢，你把这个式子带进来的结果呢，它会变成负的 mu B over H bar 大 L 再加上两倍的大 S。OK， 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这边之所以有二，是因为 GS 是将近等于二。OK， 我们这样实现。好，假如说我们仔细的去看看，因为它这个 GS 的对电子而言呢、啊，它这个 angular momentum 呢 S， 跟这个 spin moment 啊 magnetic moment 啊当中的数值大小并不是一对一对应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啊，稍微画个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就画精确一点了。我看看，我要对着黑板上面的线来画。OK， 这是一个轴。假设我 L 是在这边，好，随便了，假设一样。这个是 L， 那这个就是 μL， 对不对？两个呢，这是 L， 这是 μL， 我都把这个当作单位。那么这个呢？G 因为是等于一，所以两个是这个样。然后我来加个 S 呢，在这边，这个是 S 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就要颠倒，对不对？它两倍长，大概到这边。这个是什么？mu s， 我为什么故意这样子画呢？因为这样画完之后呢，加起来的 j 呢，我以 j 为方向，我来看待 j， 这个就是 j。OK， 但是你去看看，角动量这样相加。记住，磁矩也是要相加哦。磁矩这个加上这个，结果它的磁矩跑到这边了。它的磁矩在这边。OK， 这个是 μ， 我先不要把它写在那，这是 μ， 但这个 μ 一定要投影到 J 的方向上面来。这个我给它红色的，这边。所以这样一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假设我们 care 是 J 的这个方向，因为最后我们外加了磁场了之后呢，它在进动了呢，是 L 在进动，对不对？或者是 μJ 在进动 ，OK。所以呢，OK， 所有的其实是对着这个 J 啊，在这边做进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 effective 的 mu 呢，就要考虑到 mu J 有效的，
这个呢就是 μJ。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μJ 怎么算。 μJ 是什么？我们要把 μ 投影到 J 这上面的这个轴上面来投影上，我们把 μ 呢dot J， 先把它 dot 起来。再除以 J 的大小， OK， 再除以 J 的，这样就剩下 J 的单位方向。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的 μ 会等于什么东西？它会等于，抱歉，这边应该写成 μ， 先不要写 J，μ 就等于这两个相加，会等于这个，对不对？所以它会等于负的 μb。over h bar l 再加上两倍的 s dot j 除以 j 的大小。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好，我们把它乘开来，但是也不要忘掉 j 是等于什么东西， l 再加上 s， 干脆直接把它展开来。Right， 所以你就有第一个乘上后面，第二个乘上后面。OK， 那我会等于负的 μB over h bar l dot l 再加上 s 再加上2 s dot l 再加上 s 除以 j 的绝对值。好。L dot L 就是 L 的平方， L 大小的平方，对不对？我就反正平方一定是正的嘛，这样就好了。 L dot S 我就维持 L dot S 再加上这个呢两倍的 S dot L 再加上两倍的 S平方，因为 s dot s 除以 j， OK， 好，继续。负的 μb over h bar， 然后我们将它整理一下， s dot l 跟 l dot s 是一样的，所以有三倍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稍微写一下。OK， 等于这个样子。好，我们来做几个简单的操作一下，看看。看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比如 J 要是到了 J 呢，会得到什么？那就 L 再加上 S dot L 再加上 S， 所以等于 L 的平方再加上两倍的 L dot S 再加上 S 的平方，对不对？所以它就告诉我们 L dot S 会等于什么？二分之，这个不就等于 j 的平方吗？ j 的平方减掉 l 的平方减掉 s 的平方，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把这个带进来这边看看，所以是 l 的平方再加两倍的 s 的平方再加三倍的二分之 j 的平方减掉 l 的平方减掉 s 的平方除以 j， 是不是？它上面呢 j 都是平方，我干脆再把一个 j 提出来， j 提到上面来。
我干脆这边就变成 z 的平方，我把一个 z 型放在这边。OK， 那这样子一来呢，你看看这个会是怎么样？我们会有二分之三的 z 平方，对不对？二分之三 z，l 平方有负的二分之三，再加上一，负的二分之三再加上负的二分之一。S 呢，负的二分之三再加二，正的二分之一，除以 z 的平方，是不是？除以 z 的平方，所以呢，我们将这个稍微整理一下，我把后面那个提到前面来，后面就写上一，你看看。这边呢，这两个一除会得到二分之三嘛，对不对？二分之三，二分之三我就把它写成一再加上二分之一，然后后面呢就保留，因为这边我要提出一个一，然后另外一个二分之一，大家都二分之一，所以把二提在下面，然后下面就是 z 平方减掉 l 平方加上 s 平方。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整理一下。我这个呢，假如说我直接把它写成这样子 ，OK， 那后面是不是就变成一再加上这边写成 j？乘上 z 加一，减掉 l 加一，加上 s 加上一，除以两倍的 z 乘上 z 加一，就等于这样子。这代表什么意思？假如说我这样子写的时候，我就加个绝对值，我就可以把这个丢掉了。也就是说，它整体集合完之后，有效的这个 z， 有效的这个 moment， 投影在 z 轴上面这个 moment， 我们喜欢也把它写成类似的式子。什么叫类似的式子？类似的式子就是类似这样的，它就等于某一个谬 b 再乘上你的 eigen value， 对不对？谬 b 乘上 eigen value， 那我一样是谬 b 乘上 eigen value 啊。但前面大家不都乘上一个 g 的 factor 吗？我的 g-factor 在哪边？后面这一大串叫做 g-factor， 而且现在讲的是 j， 我就叫做 gj。 OK， 就变成 gj。 所以这样一来呢，我的 μj 啊，这边我就不会写大写 j， 我会把它写成小写的 j。 所以 μj 呢等于 gj μb根号 j 乘上 z 加，这样子的形式呢，大家看起来完全一样。OK， 我写绝对值好，大家呢完全一样，哎，一样就好办多了。那 gj 呢，就是 ls coupling 之后的一些结果，所以 gj 呢，在这个状态下面呢，一定是二跟一当中。好，各位看看。假设今天只有 L 没有 S， 我们完全不管 S， 只管轨道角动量，那么 Z 呢就会变成 L 啊，那是不是没有 S 啊， Z 变成 L， 那是不是这一项减到这一项，那它就变成零， GJ 变成什么一，就完全跟我们原来一样。假设今天我们不管轨道角动量，我们只管 S， 轨道角动量等于零，那 Z 也等于 S， 这个加这个变成两倍的，跟下面 z 又一样，所以就变成一了，一加一果真变成二，所以它就在一跟二当中变化。OK， 一跟二当中变化。不，全世界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些时候呢，我们在量固态的时候，一量，这个积啊，可以大于二哎。我说哇，这怎么办？这不是跟我们 LS coupling 不一样吗？
这个就代表一件事情，那颗电子本身的行为未必只是受到 LS Company 的规范，它可能有受到其他的影响而造成的一些特性。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个材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有了这个啦。我们来看，所以我们缪J啊，假设你按照前面的写法要加个负号的 OK， 比如说我是这样子写。好，那么我外加一个能的这个磁场给它，它是不是要等于负的缪J dot B， 对不对？那我是等于负负得正嘛， GJ MJ 最大的这个 J μ B 乘上 B 的大小， OK， 乘上 B 的大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能阶呢的分裂状态呢就会受到 B 的影响。你本来呢，你每一个 MJ 都是简并态的，就像我先前讲的，它可能都是个简并态。 B 要是不等于零的时候，它就开始分裂出来。怎么分裂？我们再看看 B 越大分裂的越大，或者是你喜欢的话把它写成一个 energy E。 什么是 B？ 所以呢它就会分裂开来。我先画个三条，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分裂状态随着 B 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去研究氢原子能阶，比如说我们看到一颗星星，你怎么知道这颗星星上面的成分是什么？我们不能派人上去嘛，对不对？好，派你到太阳去取样，还没到就已经不见了。所以呢唯一的办法是我们看它的光谱，光谱一看一拉开来看，我们看到氢原子的光谱，氢原子的光谱很棒。但是假设你仔细的去看它里头的每一个光谱线，哎，它不是一条哦。假设你做了很高解析，它会分裂开来。为什么分裂？假设是因为外加磁场而分裂，那么我就可以看它分裂的状态是怎么样。比如说它分裂是这样子，哦，怎么样的能阶是这样子。假设是这个样子，那么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氢原子，因为我所看到是太阳表面，太阳表面所在地呢那边的磁场多大。因为我知道它分裂了多少，我就可以知道它所遭受的磁场有多大。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知道这颗星星呢不只是它的成分是什么，我可以知道它上面的磁场，它有没有磁力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知道。 OK， 那这个对我们呢很有帮助，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简单的 case。 OK， 一个简单的 case， 我这边通通擦掉咯。 OK， 好，one electron， OK。 假设呢我们现在有颗电子好像氢，它可以在 S 轨域或者 P 轨域，看它的状况嘛。平常 ground state 是 S， 对不对？我可以把它 excite 到 P 啊，无所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L 呢跟 S 呢它是怎么排列组合？ E 可以是 E， 这个都 P state。 那这颗电子可以 spin up 或 spin down 或者 S state， 对不对？ S state 我可以 spin up， 好，我就把它写成二分之一。这边呢事实上 spin up 跟 spin down 你自己看起来都是同一个状态，我只是因为这边要结合成 J 的时候呢，我一定是 L 跟 S 的向量组合，
所以这边呢会是二分之三，这个呢是二分之一，这个呢是二分之一。OK， 那么这是 J， 那 MJ 呢有二分之三、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跟负二分之三，这个有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对不对？它有这么多种状态呀。P state 有一二三四五六个状态 ，S state 有两个状态，对不对？好，那么相对的基值呢，我就来计算了。基值是要看什么计算？基值在哪边？一再加上 J 乘上 J 加一，减掉 L 乘 L 加一，加上 S 乘 S 加一，除以两倍的 J 乘上 J 加一。J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这个 J 是二分之三 ，L 也告诉你 ，S 也告诉你。G 就可以计算了，这个等于三分之四，这等于三分之二，这等于二。OK， 哦 ，G 还有更小的 ，G 怎么会是三分之二？我没写错。我们看看 J 等于二分之一会变成什么，因为这 J 是二分之一嘛，对不对？ G 是不是等于一再加上 J 乘上 J 加一，减掉 L 乘上 L 加一，加上 S 乘上 S 加一，除以两倍的 J 乘上 J 加一。 OK， 它是一再加上 J， 反正 J 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乘上二分之一加一， L 呢一，其实 S 呢都是二分之一啊，我这边只是故意把它写成两个不同的。事实上呢，你要这样子写也可以，啊、哦，我不要写这个，应该会比较恰当一点。所以这个会变成二分之一，慢慢再乘一，乘上一加一，再加上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加一，除以两倍的二分之一乘上二分之一加一，应该是这个样子。OK， 我们看看这个会等于多少。这个消掉了嘛，所以是二分之三，这个变二分之三，这边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三乘上二分之一，就变成四分之三，对不对？二分之一加一，二分之三乘上四分之三，四分之三，两倍的四分之三加起来变成为二分之三。减掉二，二分之四，所以是等于负的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除以二分之三，二跟二消掉，负的三分之一，一加上三分之一变成什么？三分之二，真的真的哎，三分之二，所以这个G呢，我说它一定大于等于一，这个也未必哦，对不对 ？Not necessary 哦 ，OK， 所以这边呢，它已经是三分之二。好，发生什么事情？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擦掉。所以现在呢，变成说我们呢的状态呢，有三个 state， 一、二、三 ，OK。我们有第一个 state 在这边，我画一下，它是 L 等于零，我们这边就等于 L S J， L 等于零， S 等于二分之一， J 就等于二分之一。另外一个画在这里， L 等于零， S 等于二分之一，那 L 等于一， S 等于二分之一，但这是减的，所以是等于二分之一。另外一个 L 等于一， S 等于二分之一，这是相加的二分之三。OK， 我们就有这三种状态。本来呢，我们只有 S 跟 P 啊 ，S 跟 P 的规律而已。也就是说，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是 S，L 等于零 ，P，L 等于一，就这样子。
但现在呢，电子一填进去是 LS coupling 的结果是，这两个能阶的立刻就分裂成三个能阶出来，新的能阶出来。OK， 好，这边呢，通通都怎么样？不加磁场。现在呢，我们加个磁场。这一加磁场之后呢，它就开始分裂了。比如这个二分之三的 ，Z 等于二分之三的，就分裂成五个，好没有？分裂成四个。画长一点，画长一点。所以呢，我们会有二分之三、二分之一、负的二分之一、负的二分之三，这个二分之一的就分裂成两个，二分之一、负的二分之一，这个二分之一也分裂成两个，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好，所以现在电子呢，相对的，在磁场里面呢，它看到了能阶是右边这几个，七个能阶，全部都分开来了。那我们现在，我们怎么知道它在这边？我们只能观察能谱嘛。能谱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办法去刺激电子，让叫它跳上去。跳上去之后，它很快它受不了，它一定要跳下来。OK， 跳下来了之后呢，我们看看它放出来的光。但是在这个跳跃过程当中呢，有几个要求。OK， 有什么要求呢？在目前的状态下呢，它要求 delta s 一定要等于零。OK，delta l 呢要等于零或正负一 ，delta j 呢要等于零或者是正负一，但是有个条件 ，if j 等于零，哇 ，j 从零到零的 transition。Z 等于零到 Z 等于零的 transition 是不准的。再来一个 delta MJ 要等于零或正负一，这个有个条件 if delta J 等于零，那 MJ 啊等于零跳到 MJ 等于零呢也是不允许的。 OK， 这个是他要求，所以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可以跳跃。好，假设他 excite 上去跳到这边来， excite 上去跳到这边来，这个可不可以掉下来？这 S 等于到二分之一，它掉到二分之一，哎，可以吗？吻合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 ，L 要等于什么？零或正负一，这是 L，L 呢两个的相差一，可以接受。现在看看 J 了 ，J 就比较麻烦 ，J 呢 ，delta J 要等于零或正负一。J 呢，投影量这边呢，在 B 下面，你要看的是投影量的 B， 它二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不可以？可以啊，比如先看下面这个，负二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不可以？可以，它可以在这边跳跃，对不对？因为这个减掉这个是负一嘛，吻合它的条件。这个要跳到下面，可不可以？可以啊，负二分之一减掉负二分之一，它 MJ 等于零，接受。OK， 好，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可不可以跳跃到这边？也可以啊，因为呢，二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 delta MJ 是等于零，这个可不可以跳跃到这边？也可以啊，因为呢。二分之一到负二分之一减起来的结果变成正一，第二它 MJ 等于正负一，可以，没问题。好，现在看看上面，假设我跳到上面，上面再跳下来，跳到 ground state， 可不可以？第一个，第二它 S 要等于零，它正二分，它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就代表 S 的量是一样的，所以 OK。第二它 L 要等于零或正负之一，它是一跟零，所以是正一，可以接受。现在要看第二它 J 了。delta j 那正负一嘛，对不对？满或者零，这边 delta j 本来是零，这 delta j 是一，可以。那现在看看 delta mj 了 ，delta mj 呢，我们有好多，对不对？好，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看看，负的二分之三，负的二分之三可不可以跳到负正的二分之一？负的二分之三减掉负的二分之一，变成负的二分之四，变成负二，有没有 selection rule 是正负二的？没有，所以这一条我可不可以跳到第一条 ？Sorry， 不行。所以这一条只能够跳到下面，因为负的二分之三减掉负的二分之一，变成负的二分之二，变成负一，接受。它可以。OK， 好，再来呢，这一条，负的二分之一，可不可以跳到二分之一？可以，负的二分之一减掉二分之一，变成负一，delta mg 等于负一，可以啊。所以这条可以直接跳到这条来。我先讲。OK。这一条可不可以跳到下面来？负的二分之一减掉负的二分之一等于零，可以啊，因为 delta mg 只要是零就可以了，所以它也可以跳下来。我看看它是不是画在，哦，它画在这一边。好，再来呢，上面这条二分之一，二分之一跳到二分之一可不可以？二分之一减二分之一 delta mg 等于零，可以。二分之一跳到负的二分之一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二分之一减掉负的二分之一，变成加的二分之一，变成正一，反正只要正负一就可以，所以也可以。所以这个呢，划在这边。好，最后一条，二分之三，假设被激发上去，二分之三掉下来，掉到二分之一可不可以？二分之三减二分之一变二分之二，可以。二分之三可不可以跳到负的二分之一？二分之三减掉负的二分之一，变成二分之三加二分之一，变成二分之四，变成正二了。Sorry， 不允许有这种transition。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几条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线。OK， 但这里面呢，有几个呢，我们要把它编号一下，做出不一样的地方。假设 delta mj 等于零的 ，delta mj 等于零的，我们叫做 pi line。mj 等于正负一的，我们叫 sigma line。OK， 等于零的，就是两个一样嘛，对不对？二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哎，这是两个一样的，所以这是 sigma。负二分之一到正二分之一不一样。这个叫派。嗯，我们弄错啊，我自己记错了，一样的叫做派了，不一样才叫做 sigma。 二分之一到这二分之一是一样的嘛，所以叫做派，这个叫 sigma。 OK， 这个负二分之一到负二分之一又一样，一样叫做派。二分之一到负二分之一不一样的叫 sigma， 这个是负二分之一到正二分之一不一样的叫 sigma， 负二分之三到负的二分之一也是 sigma， 连续三个 sigma， 对不对？好，再来呢，这个是二分之一到正二分之一一样的，这个叫 pi。这个是负二分之一到负的二分之一，这个也是派。这个是二分之三到二分之一，当然不一样 ，sigma。二分之一到负的二分之一，这个叫做什么？不一样，叫 sigma。OK， 我们看看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假设二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 transition。这个是投影量哦，就代表了一件事情，这个电子的 spin 没有改变方向，它从这个高能量掉到下能量的时候，这个 spin 方向没有改变。但是假设我是从负的二分之一
掉到正的二分之一，它本来 spin 朝荡了，掉下来之后它要翻转，好厉害啊！啊，这跟特技表演对不对？啊，从二楼跳下来，然后头着地，当然不太好了哈。啊，头在上面，然后跳下来变成脚着地 ，OK， 好厉害。所以它一定要翻转 ，OK， 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放出来的光线的偏极性是不一样的 ，OK， 要翻转，一定要跟怎么样，可以让它翻转的光的才能够有作用，这个时候呢会得到一个什么 circular polarization， 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圆偏振是不是？中文是不是叫圆偏振 ？circular polarization， 圆偏振的光才会产生这个。所以呢，假设你把这一边的能量，这个叫做一 ，two， 这个叫做一 one。好，那既然它的 G 不一样啊，它的 J 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应该要把它的这个 G 值啊列上去才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能量关系了。OK， 所以呢，我们把 G 列上去一下。这个既然 J 等于二分之三 ，G 呢会等于三分之四。这个 G 呢，这是二分之一，对不对？会等于三分之二。你计算一下，这等于二分之一，对不对 ？G 呢会等于二。OK， 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嘛，对不对？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看哦。比如说这个 E2 来讲，本来呢，你要是从这个能界掉到能界，我需要这么大的能量。假设我画一条横坐标。E2， 那么我现在这边呢，比 E2 呢，在这个transition当中呢，发现这边有个能量，对不对？这边有个能量，这个能量大小是不是比它来的小？小多少？在 B 的下面 ，B 的下面 E 会等于什么？哦，我们的 equation 不见了 ，E。缪 J G J M J B， 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能量嘛 ？G J 已经知道了，他算给你的。缪 J 呢，也知道了，对不对？缪 J 在这里啊。啊、哦、不，这个是缪 B， 缪 B， 我已经把它弄过来过了 ，sorry。所以 MJ 在哪边？在这边。OK， 所以我们看看哦，我应该要把它弄一下，我把缪 B 调到后面去，好吧？缪 B 调到后面来，缪 B B。假设我外加磁场的固定，所以这个是固定的。然后我每一个的能量差，我来看看会差多少。这个地方呢是负二分之一，对不对？但是呢 ，GJ 呢是三分之二，所以它是三分之二乘上负的二分之一。这个地方呢是二。乘上正的二分之一 ，OK， 那么这两个的能量差就会差多少？一个负的二分之一，减掉这个的话，负的正变成负的一嘛，对不对？好像这个，我看看，好，这个等于负的三分之一。这个等于
一，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会差多少？负三分之一减掉一等于负的三分之四，对不对？负的三分之四，它的能量呢会在一下面，大概负的三分之四。单位呢 μBB 为单位，所以它是负的三分之四，大概是在一再往下一点点。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一条，这一条叫做第一条，这一条叫做第二条，这条叫第三条，这叫做第四条。然后第二条呢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所以你很快的呢这样子拼凑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 E2 呢有四条 spectrum。 E2 会不会看到其他的？不会，因为其他的就是讯号比它大。 OK， 我们只看 E2 的这两个的这个附近嘛。 OK， 然后呢再来看 E1 附近呢也有类似哦。 E1 附近呢你一样可以弄得出来，那你就会看到 spectrum 了。这是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那去看这个光的特性，你很快就可以分辨出来。我们总共才九条而已，就没有十了。所以呢编号过来，五六七八，哎有吗？九十，应该要有十条。 OK，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呢、啊、全部都可以知道。 OK， 那这样子就好像给我们一个概念，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再把我们前面呢再做最后总结。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你们很幸运了，我的作业都在下面的其他部分，今天都没讲到。好，不然大家回家就要写下作业了。 OK， 自己麻烦。以前我们讲 normal 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发现有 spin， 所以呢事实上是针对 spin 等于零的，我们在很微弱的 B field 下面。 OK， 所以呢因为啊 L 不等于零，所以会有 Lama procession。 OK， 所以呢比如说呢我们在 P state 呢 L 等于一，所以呢 ML 呢会等于一零负一三个 state。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state， OK， 那 S state 呢 L 等于零，会有 ML 等于抱歉，它没有 spin， 所以它只有一条 ML 等于零。所以它的 transition 可以怎么样？它的 transition 呢可以有这样子的 transition， transition 可以有这样子的 transition，
transition 可以有这样子的 transition， 我们看到的呢都是奇数条 ，OK， 所以呢我没有 only odd transition line。之后呢，大家刚开始搞不清楚，是因为有电子的自选，就是 S 不等于零啊。假设一样，我们在很 weak 的 B field 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发觉，这个是 LS coupling 啊，哎，要介入喽。它要有 LS coupling， 所以这个时候啊，根据我们左边的呢。他就要怎么样遵守很多 transition rule， 我加个 S， 因为呢不同状况不同的 transition rule，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观察到了是什么 even transition line， 就好像这边我们看到了十条 transition line， OK， 而且很复杂。再介绍另外一个，这个呢我就不想讲了啊，只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讲有这个东西。我们说过，假如说我们在正常状况电子有 spin 的时候，那假设呢我们里面 electric 的这个 electrostatic 的这个 interaction 呢大过于这个 spin orbital interaction， 那我们呢会有LS coupling， 假设自己一颗的话自己也会有 LS coupling，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引入比较复杂的，你就会得到 even 的那个 line。 但是呢当我们呢在一个 very strong 的 B field 下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可能我 B 所引起的分裂远远高过于你 LS 啊的重新整合，你还没有整合之前就被我给 裂掉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变成什么样 L and S 啊 decouple OK， 他们两个就不再耦合在一起了，那比较像呢 back to normal Zeeman effectOK， 就好像呢我们又回到先前去了，比较像 OK。 当然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电子 spin 的问题的 Alright， 那这个就是整个 Zeeman、effect 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大家看到的。好，那当然呢你会问说这个分裂多大，请问一下这个分裂多大，每个分裂都一样吗？假设不一样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OK， 那你怎么知道分裂完之后是怎么样一种状况？那我们呢，在讲 perturbation 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就是 time independent perturbation。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一个磁场，这个磁场怎么样跟这个材料里的 moment 作用 ？OK， 让大家慢慢的了解。那一旦有了 perturbation 之后呢，大家了解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很多材料的特性了，我们就东介绍西介绍一点，让大家渐渐有一些感觉 OK。 好，今天呢我们上课就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